啊，活该。让我来挡这杯吧。来来来来，正好，来来来来，一块吃啊！我给你拿碗筷去啊。好。哎，来来来，玉儿，接着吃吧啊。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一些隐情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事实揭露真相之前，你一定要沉住气。毕竟这事关段大哥的名誉，还有整个西川版纳的梦。怎么了，玉儿？你没事吧？没什么。你跟斌飞还好吧？没什么呀。那就好。不管有什么误会，我总觉得斌飞是个好人，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，你一定要弄明白，才不会有遗憾。先陪爸爸回去休息了。段大哥，伊娜死的那天你在哪儿？我在公司。在公司？我不该在公司吗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也许伊娜的死不一定是自杀。说真的，我也这么怀疑，所以我一直在暗中调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伊娜的死一个交代的。我绝不会让杀害伊娜的凶手逍遥法外。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发现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发现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说，如果我发现什么的话，我一定先通知你。好，那先谢谢了。